主席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午安。文件委员许天才、赵天麟、何新存、蔡其昌、吴炳瑞等十五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国人自杀率逐年提高，且自杀已连续八年列入国人十大死因之内，民众欲寻求专人协助的时候，不但政府跟民间相关的协谈咨询专线各自为营，求助管道莫衷一是，且部分专线碍于经费跟人力的不足，无法及时提供心理辅导，帮助民众走出困境，宝贵的生命可能因此就陨落。据此，特建请行政院整合政府跟民间专线电话，并提供24小时专人的咨询服务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协，谢谢。